白住行。疫情退散，五合理计。OK， 好。有医护同仁真的非常的辛苦，尤其在防疫这一段时间，可以讲都是一个高风险，为大家的疫情来守住的最重要防线。真的，一年多来他们辛苦了，所以在除夕特别代表新北市民来谢谢他们的辛劳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因为疫情还没有过。更应该要努力继续的往前拼。像你今年有准备那个小福袋嘛？那是十块钱。那这个福袋十块钱，为什么是十块钱？因为有些人好像蛮多人其实都送一块钱。是这样子哈、啊，十块是以前到现在新北市福袋里面都是以十钱十美，那十分圆满来代表，所以都是用十块为一个福袋的一个象征。最重要，今年的福袋哈，我们是以牛，紫色的牛，啊，紫色的牛就是红的发紫，然后牛头往后看，就扭转乾坤，身上贴一个春，牛天上一贴一个春，牛台语叫做五春，叫做五春，五春就是年年有余。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年年有余，红得发紫，让大家都能够赚大钱。啊，福袋就是有福气，而且能够赚大钱，看大钱。像不过，就今年没有办法在公庙，就是让民众排队领取嘛。那会改成什么样的形式来发吗？今年大概我们都特别在多时段、多点来发送福袋。让我们区公所第一线的伙伴，在民众接触的过程当中，同时不要制造更多的人潮来发送福袋。那民众索取福袋、索取春联都非常的踊跃。我们希望今年我们新北市所有市民都能够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好年。市长怎么看？昨天指挥中心公布，我们跟500多万剂的疫苗签约。其实疫苗最重要是赶快买到，而且品质要好。除了买到以外，也要尽快的送到台湾来，及时的来做施打。越早保护国人的健康，才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乐见有买到疫苗，买到赶快送到，赶快施打，保护国人健康，所以最重要物。有预计新北市可能需要多少才够，或者是新北市的施打的优先是谁？新北市的施打，我们一定是配合中央，按照顺序来打。国人在防疫，只有团结在一起，所以施打的顺序，我一切尊重中央的指示来办理。市长怎么看？今年像是总统有取消拜庙的行程嘛，但像是马前总统还有主席江启臣，他们还是会跑很多家的庙参详，这蓝绿好像不同调。拜庙是一个个人行程的安排，我们都给予尊重。不过我一直呼吁，人潮拥挤的地方，大家尽量避免前往。像新北市，我是地方行政所长，基于职责。为了防疫，我个人还是会到公庙、到风景区块去看防疫。我们是不是把防疫做到位？有没有保持适当距离？然后控制人潮，以及量体温、手部消毒、戴口罩等等，我都会到公庙去看一看。希望大家把防疫做到位。像那个张启臣啊、马英九还有赵尚安，可能在初三的时候都会到三重然后拜拜，那你有可能也会去吗？有受到邀请吗？因为是好像是李乾隆邀请的。目前我个人并没有安排这个行程，我个人都会到各地，把我地方所长的责任把它做到位，所以我的个人行程有时候在都会，有时候必须到郊区、风景区块以及交通的涌塞重点地区去看，希望能够交通顺畅，然后防疫做好。市
长昨天永和那个远景哦，现在昏迷当中，是不是也呼吁大家一起帮他集气这样子？其实我们永和同仁真的非常的辛苦，因为远景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全力以赴，希望能够守住春节之安，交通都能够平安顺畅。所以在辛苦之余，因为身体不适，啊，目前还在加护病床，昏迷指数3，所以我们都希望全体的市民为他集气，希望能够渡过难关，及早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来，跟我们并肩作战。哇，阿里小王，你两个，总共3个，三胞胎吗？没有，单胞胎而已。三胞胎啊！三胞胎，三胞胎，啊，你负担就太重了啦。啊，恭喜！来，红包。疫情退散，五合理祭。疫情退散。主任，好，谢谢市长。来，另外一位，来，我们谢谢。啊，就是你，没问题。就是你，来来来，你们来来来，可以到那边。来，我喝一下哈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，都没有回家。扭转乾坤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除夕在这里上班，辛苦我，辛苦。谢谢大家，好，喝了，然后我们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那两个在靠。谢谢你们哦，辛苦，新年快乐！辛苦你们哦，辛苦，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医师哦，谢谢王医师，谢谢大家。